是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同埋莫乃光，仲有之峰黃之峰喺呢度，呼籲各位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李卓人選情告急，所以請各位黃埔嘅居民全家總動員，全球李卓人，全球李卓人。我係范國威同埋莫乃光同埋黃之峰，係呼籲各位全家總動員，全球李卓人。三號李卓人選情告急，三號李卓人選情告急，希望大家務必出嚟投票，全家總動員選情，全家總動員支持選情告急嘅三號李卓人，第三號李卓人，各位朋友，我係投第五號埋莫乃光，立候選人陳海欣一票，我而家越嗌越大聲。因為隔離嗰啲喇叭全部蓋過曬我啲聲，嗱，所以請各位投五號陳海欣，因為你同界限一票，多謝曬咁多位嘅支持，蔣麗雲立法會議員啱啱嚟啦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我諗大家都聽到啦。啱啱呢位朋友講嘅係佢個心聲，呢幾年嚟我哋建制派不斷努力，為病患者、為有需要醫療服務嘅人爭取利益，我希望大家能夠係睇清楚，用你嘅雪亮眼睛。呢幾年邊個搞建設？邊個搞破壞？你諗下，點解我哋今次有呢場補選？就係因為有啲人搞搞震，唔正經，連宣誓都要唔正經啊！令到法庭係判決佢取消佢資格，而令到我哋香港嘅納税人無端白事使多幾個億搞咗呢啲補選，所以。各位市民，各位街坊，你哋嘅內心係雪亮嘅，你哋知道應該要係投乜嘢人，知道應該投乜嘢人係為我哋香港嘅安居樂業，係香為我哋香港嘅繁榮，為我哋香港建設而努力。希望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能夠踴躍出嚟投票，投票支持真心為大家服務嘅候選人，無陳可欣，無陳可欣，多謝大家，我係立法會議員蔣麗雲，多謝你。梁振英搞衰香港，我採取行動，這年嘅直接取利，我哋喺度呼籲大家都係票投三位街坊入位，我哋絕不能容讓梁振英嘅直接取利，因為你破格即票，我亦都係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嘅副主席，我亦都係土瓜灣交通福利會嘅副主席，有大家支持委員會主席。各位所以咧，阿欣咧，我需要你哋大家嘅支持，所以今日肯請各位11月25號投陳海欣，因為你個破例係一期，我阿蔣麗雲議員，我參加我有陳欣議員主席講出嘅句説，我哋講話區委員會主席，呼籲各位。大家好，咁啊，所有九龍西嘅三鄉大家好，咁今日我哋票投，全部要票投我哋嘅五號陳可欣必勝，全家總動員，全投五號陳可欣必勝，票投陳可欣，陳可欣必勝，多謝大家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，今天是哪裡啊？五號三號李卓人選情告急，咁多位朋友再嚟一次，我們投幾號啊？五號好錯啦，今天呢我們來到這裡集結在一起，就是來支持我們建設的力量，五號的陳海欣，今天我和 Angie 都站在這裡，因為我們感受得到特別深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香港需要有更加多的建設力量，務實的聲音是不是啊？是，所以今天一定要我們全家總動員，一定要支持五號的陳海欣，一票都不能少，是不是啊？
嗱，而家陳凱欣嘅選情咧係非常之緊張，非常之緊張。喺呢度咧再一次呼籲，見到咁多嘅朋友，一定要同身邊嘅人講，今次一定要出嚟投票，為香港，為香港，為我哋呢個家投呢一票，好唔好啊？好。今次投票投幾多號啊？五號。一一二五。三號。全投五號。全投五號。一一二五。全投五號。一一二五。全投五號。全家總動員。我是朱玲华，希望今天大家支持出来支持五号，大家好不好？五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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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，大家支持五号，三号，全家总动员，全家一票不能少，一票不能少，支持五号，支持五号。你继续嗌啊！你继续嗌，我跟住嗌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今日點解有一場補選啊？因為政府 DQ 啊，蔣麗華。各位街坊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今次有呢個補選，莫名其妙無端端浪費咗我哋納税人幾個億，原因就係因為有人唔正經。在立法會度宣誓搞搞震，而被法庭 DQ 咗佢嘅資格，而令到我哋唔見咗幾個億。而家今日又搞補選啦，我裏面做咧就係啱啱係出補選嘅，呢個就係獎勵運工作。喺議會不需要另外一個獎勵運，所以大家支持三號領獎人，我需要另外一個獎勵運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心里面都好雪亮。今次你哋投票，系咪再需要投嗰啲搞搞震咧？定系要投一啲正正经经、为民生、为大家嘅安居乐业、为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而去努力嘅咧？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我恳请大家出嚟投票支持，全部支持，全心全意为香港服务的候选人五号的陈凯欣是大家最佳的选择，五号的陈凯欣是大家最佳最佳的选择。我哋隔篱嗰一个都嫌多。我哋見住而家嘅議會議政質素每況愈下，議會吵吵鬧鬧，連抽獎禮雲非最佳。我由第一日出嚟為社會做嘢，為各位朋友做嘢，大家都好清楚。我蔣麗雲真心實意，我唔需要喺度做政棍，我唔係話讀書都未讀得成就走出嚟去做，就喺度搞亂個社會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為社會服務，我希望見到我們香港能夠經濟發展得好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安居樂業，所以我懇請大家踴躍出來投票，投票支持建設力量的五號候選人，五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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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號，三號，三号
一二三，一二。票投你出人。议会需要有更多建设的力量。今日我哋支持几多号？三号。几多号啊？三号。知道為何會有今次的補選，因為政府洗黃手搶議席，逼議員出到法會有你違憲宣誓。我們要更多做事的人、搞事的人在議會，讓到香港可以繼續向前發展。今天投票投多少號啊？三號。多少號啊？三號。多少號啊？三號。選情非常緊張，我希望各位支持我們的朋友記住今天去投票，投幾多號啊？三號。五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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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號。接下來我們有一位長期病患者，一直得到恩母的恩惠的關心，我們現在請這位先生。他是不是說了又說一次？各位黃埔街坊，各位黃埔的市民，大家早上好啊！請大家支持三號李卓仁、莫乃光、范國威仲有黃之鋒在這裡向大家作出懇切的呼籲，李卓仁選情告急，希望各位黃埔的居民團團家長動員全投李卓仁。三號李卓仁選情告急，李卓仁是民主派唯一支持的候選人，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所以三號李卓仁呼籲各位，我們是三號李卓仁的團隊，黃之鋒、莫乃光、范國威仲有教協的朋友在這裡呼籲各位全投李卓仁。三號，三號，三號李卓仁，三號李卓仁選情告急，非常之需要大家的支持，非常之需要大家的支持。我是范國威，仲有黃之鋒、莫乃光，亦都係我大家全家庭動員，全投李卓仁。三號李卓仁而家係選情告急，三號李卓仁選情告急，請大家全家總動員，全投李卓仁。三號李卓仁選情告急，請各位支持三號李卓仁。李卓仁係民主派唯一支持嘅候選人，有政績、有實力、有心，長期參與香港嘅民主運動和公運，但是李卓仁選情告急，所以今日呼籲各位黃埔的街坊，無論如何全家總動員，全投李卓仁，全家總動員，全投三號李卓仁。所以投票投幾多號啊？投票投幾多號啊？三號。好，多謝你啊，我們請劉美君議員。各位紅磡和黃埔的街坊，我是梁美芬，是九龍西和黃埔東的議員。大家記得嗎？黃埔區和紅磡區的街坊請聽我們的呼籲，今天各位九龍西的朋友大家好，你一定要記住出來投票，我們這裡是李卓仁的團隊，支持五號，票投李卓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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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陳可欣做政治助理的時候，香港的醫療撥款就cut了成二億。陳可欣、高永文有什麼交代？三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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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飄頭三號李卓人，
三號李卓人，票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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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號李支持三號李卓人，今日咧嚟到呢一度咧，今日係投票日，陳海欣咧作為票投李卓人，支持三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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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卓人。多謝大家聽到。拍片呀，不要有肢體衝突，不要有肢體衝突，小心，不要有肢體衝突，不要有肢體衝突，大家冷靜小心，有肢體衝突請你們處理。嗱，呢度呢度呢度，阿 Sir， 阿 Sir 呢度呢度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係啦，阿 Sir 呢度呢度有肢體衝突，嗱，請大家不要有肢體衝突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各位傳媒，各位黃埔街坊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我哋劉俊傑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劉俊傑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部陳海欣啊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因為呢部係我哋醫療福利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支持各位，支持支持三號李卓人，因為支持破街客，支持三號李卓人，我哋一路企喺度，佢哋係咁推我哋㗎，支持三號李卓人。喂，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，唔該，唔好咁霸道，好唔好？三號啲朋友，可唔可以過翻去啊？我哋完全冇喐過啊！唔該你過翻去得唔得？我哋唔該曬，唔該你哋可唔可以褪翻個少少啊？唔該你，唔該你，唔該曬，唔該三號嘅朋友，我哋喺度咧俾你哋推得好犀利，我哋一步都冇喐過，唔該你哋可唔可以褪翻過去啊？三號嘅朋友，唔該你哋，我哋好禮貌，我哋係搞選舉，我哋係正正經經做事。我想講咧，我係推唔到你哋，我喺企喺條梯度，梯度嚟咧。我搬一條梯過嚟之後，其實我喺企喺條梯度，但係我話我係點解咁講呢樣嘢？我睇住啊！支持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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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三號李卓人。支持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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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互相尊重一下啦，我覺得我哋好無比嘅，我想唔該曬，我想同陳海欣解釋一下，點解你哋做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嘅嚟嚇？裏邊咧，我哋需要支持。其實呢度係公用地方嚟嘅，咁咧你哋要講你哋嘅嘢，我哋嗌我哋口號，唔係我哋遮住我哋嘅，唔係遮住你啫。我哋繼續我哋支持三號李卓人，盡量答到你哋嘅問題，我盡量。支持三號李卓人，今日係投票日，嚟到呢一刻。支持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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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三號李卓人。支持三號李卓人，而家咧我哋嘅投票咧係。
支持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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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三號李卓人。大神可以嘅團隊咧，係會繼續，我哋會係繼續，我哋係唔輕人，亦都係會冷靜，希望可以爭取到最多嘅選民嘅支持。我因喺我哋嘅政府任內去繼續去跑山，希望咧所有嘅市民咧繼續出嚟支持。政府嘅政治助理，我係有必要承擔直接責任。市民交代點解嘅事機就不止係向削減超過2億嘅醫療撥款？你都希望所有嘅會員票投三號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。仍然係評估個選情係非常非常之嚴重，所以而家嘅市民會繼續跑到呢度，咁所以我哋所有嘅選民咧，一定非常之團結，非常非常嘅團結，希望咧能夠可以得到我哋嘅票，能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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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到我哋嘅票，票投三號李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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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票投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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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票投三號李卓人。票投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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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亦都喺度呼籲你哋團隊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冇呢啲咁嘅票投李卓人。票投三號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因為只有一方嘅票投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保持冷靜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票投三號李卓人，冷靜啦！我希望大家，你睇我哋幾多仔呢個表先係咪先？多謝大家，恭喜曬！我哋真係交代，你有乜嘢交代？進入一場真正嘅公民民主。你作為梁振英政府入內嘅局長，點解要去削減醫療撥款？你點樣對得住普羅大眾嘅基層市民？互相尊重。呢一個我哋嘅選民，我好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正面嘅回覆。點解啊？咩走狗啊？你好難聽啊！好影響黃道嘅形象，我覺得好差啊！你哋，我支持五號嘅候選人田海欣，多謝你。票投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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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李卓人，支持五號，支持三號。票投三號李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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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票投三號李卓人。支持三號李卓人，
但你幫支持三號咧，叫你支持三號咧，就歡迎你支持三號。我喺邊度？呢度？你喺邊邊？我呢度，我係四號三，你係四號三，我過嚟講。各位全民朋友。